紧张吗？会，我紧张死了。我也不会唱歌，我也不会跳舞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凉拌炒鸡蛋了。你感情会心情过落？没装呀，流星下山，早已无人想摆掉。欢喜有这心听，唱着几首歌。什么旋律对着心情行？免歹势，大声来唱歌，大声来唱歌，唱我的心里话。有啥委屈，有不如意。谢老师，谢谢杨恭雄、洪韵凡。好，哎呀，这个真的是好，马上要请老师来讲评。那我先跟四位评审老师讲一下，我刚才有稍微的田野调查访问了一下，我说爸爸跳的不错，他说不行不行，这真的不行。我说因为没有喝酒，他说对，喝了酒那跳的才是好，刚刚这个真的不行啊。哦，对不对？哈，喝了酒跳起来会有喝酒才会真的才是跳。真的才是跳舞啦！哦，刚才那个只是摆个动作而已。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来讲评。趁着这个康爸讲的这句话，来阿茂老师，我们来个节奏哈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来，噔噔噔噔。阿妈阿妈，恳求你啦，比如比如少喝一点吧，好不好？可以吧？即兴创作哎，为了康爸。康爸，你真的不简单呢。你有没有觉得康康给你很大的光荣？有。有。哦，所以呢，不要喝酒了，喝太多了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哇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父亲节要喝酒，父亲节一定要喝酒，平常并不喝。父亲节。对，好，我知道，喝酒了以后唱歌就不一样了哦，然后跳舞也真的那个叫才叫做跳啊，知道吗？哦，对，刚刚呢，我觉得展现得很好，但是有一点我很感动，就是说你们选了这首歌。哦，是我的歌曲。然后呢，有一度这个腔把呢是麦克风忘了拿起来，他没有那个习惯拿麦克风嘛，声音没有收音到。但是我有看到，我觉得这是非常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他极力的在配合腔腔这个舞台的展现。那个阿玛，那个在私底下大家都怎么叫你的？朋友叫你什么？朋友，兄弟啊。
兄弟，兄弟哦，兄弟呢？兄弟兄弟。所以这首歌我感觉展现就是足自然的啦，迄个感觉让我感觉都足水亏的啦。然后我觉得康爸呢给我的感觉，他是会唱歌的，很会唱歌的，不错，我觉得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。这真的哈。有的是遗传，有的是那个后天的缘分，对，不是一样强进不了一家门，对不对哈？哦，对耶，是不是哈？也成不了一家人，是不是？对对对 对, 对，好，来，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讲评。那我觉得今天呢，就是表演到你们这两组的时候，突然让我有一种感觉，我觉得跟爸爸合唱哦，这样的一个比赛哦，这个内容哦，就是其实要透露的是就是亲子的感情嘛。那我觉得这种亲子的感情就是不是那么规规矩矩的，应该就是要出现一些状况，然后看到你们这是什么抢救这个状况，那个互动才会有一种感动人的感觉。就是把你真心帮他把这个唱好，我告诉你一定不会得名的啦，至少我会给你零分的。然后我觉得黄韵凡你们这一组就是有很自然的感觉啊，这个自然是什么？就是其实说不用不会过度去担心对方，那就是你可以，你们真的可以放任哦，彼此的自由一点，这是你们很不一样的父子的画面啊。